那我们大家可以开始进来直播了。而接下来继续来，我们现在学一下啊，这个到底该怎么念才好呢？他们是 JYP 全新五人女团，这个现在超红在韩国，对，不能叫 ITDY 哦，这个要叫做一季。一季，对，它是韩文的，就说有嘛，这样有的这样。一季，对，一季，对，一季，对，一季。来，我们来看一季有谁哈？好，有一志，是，有莉亚，对，柳珍，彩玲，对，于娜，对，对，他们的新歌叫《哒啦哒啦》，哒啦哒啦。这歌啊，我觉得跟原来就是大家印象中的 K-pop 不太一样，是对，对，它的形式其实是已经打破了 K-pop 原来的形式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也是一个舞曲为中心风格的一首歌了哈。我先说一下他们的那个气势，出来出道的时候气势还蛮强的啦，可是有人就会想到了 2NE1 的歌，对，然后呢，他们的服装就会想到他们的师姐 TWICE 的衣服，这样子哦、欸、对，有人说是 TWICE， 对，他们就说可能宣传服再重新改装，可是因为老实说少女团体嘛，他们其实怎么穿都是青春洋溢，是啊，对，我是觉得说可能有谁的影子或许会有，可是大家就是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就是给他们应援就好了，对啊，怎么可能就是那么多团之下，对啊，我要像渡边直美我也需要一点目标，你要继续加油再增重好吗？你需要再增重，你的目标是渡边直美泡菜妹，你很夸张哎，真的，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事？不错啊，渡边直美很正面、我很喜欢他，你知道他的他的品牌怎么快快的，不会啊，他的品牌衣服你知道吗，卖得多好，对啊，那你下次就穿来啊。哦，好，对，买一件，买一件就好，上衣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把这个团的名字再念一遍，一字一字，对 ，ITZY 要念作一字，这首歌叫哒啦哒啦，哒啦哒啦。我觉得我都快疯掉。对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多吃两颗巧克力？哎、欸，华莎的眉毛怎么了？哦，他真的是好正，我觉得他男生女生，我觉得不是他的眉毛很正，不是他不是那种正，是我觉得他出来的气场啊，气、哦、场，对，是男生女生都会觉得很喜欢的。来啊，准备啊、哦，一二三，子萱。安妞，子萱要放四天的假了，我们不开直播，子萱也要直播。对，庄景维有在好当中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好，明天要送的巧克力在这里，林丽丽，安妞，爱有巧克力，有啊，在好当中，谢谢张雅慧，今天送 IU 巧克力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说怎么送啊？怎么送啊？就是写什么？哎、欸，吴建豪跟我们有关系吗？因为什么？吴建豪电视节目？对啊，我们跟吴建豪还好啊，没有那么熟哎、欸。就是离婚这样。吴建豪的电视名字？嗨、李广惠啊，感觉我们像伊犁那个知识家似的。是啊，一起格子装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又一起格子装了，马上来 Google。对啊，娱乐一时代的脸书上面有蛋糕。好，易小玲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Sanchi Kai。对，哪里的巧克力？韩国的巧克力，韩国买的哦。谢谢易小玲，我的帽子，谢谢。Hi Angeline Angie。易小玲生日快乐！酷吧，庄景玲、庄景维，有啊，陈嘉敏好多了，谢谢。今天哎 ，Vivian， 我也会去看 Shani 的见面会。哎，任廷芳感冒好点没有 ？Lavi 要来？什么？今天头像是廖淳瑜，真假？Lavi 四月要来，是的，快点按分享啊！毕竟也要当兵了，耶！而且现在还没有裁权就50了，好不好？快点哦！老师说要100哦，真的，爱有巧克力，韩国带回来的，有没有？想不想要？快点！那我们要送爱有巧克力要怎么送呢？嗨，陈雅琪，蔡
小圆，哎，安妞，可以啊。易小玲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嗯。Mayfish， 安妞。庄景伟哭哭了。对，庄景伟今天不是投降，没关系了。对啊。对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只要在留言的时候，谢谢李广慧，安妞。留言写什么？留言就写娱乐音世代，我是换脑筋一片空白，Hi, 一片空白，就写娱乐音世代大发，写大发好了，嗯，可以吧？好不好？想要爱有巧克力的人都写大发，好，我也来写，你只要写大发就代表你想大发，大发哦，嗯，大发，大发，拼命写，对，好吗？其实我现在是在教子萱。先等一下，子萱那个账号叫什么忘了？大苏吴佩，吴佩什么？吴佩仪是不是？要把他妈妈的名字讲出来。吴佩仪还是什么？那个不可以留言哦。哈，嗨，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不行？嗨，刘亚斌，加油加油，快点帮老师。我们现场好多东西哦，有点乱。嗨，吴佩佩，因为老师他有去首尔看的电影啊，这部。在台湾有戏院直接播，是蛮好看的。柳俊，柳俊烈他有去那个古巴，那个第一集节目，原来我才知道说，只要在古巴看到的古董车都是计程车。嗯，不止啦。这只有韩国有古董车，计程车一定是古董车啦。哦，是哦，而且他们没有那种 taxi 的那种标识，有。有了，现在的计程车也有新的，还有这部电影呢、啊。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上映啊，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缘分多恐怖吗？那部电影，这个位小女生呢，她在小婴孩的时候就跟他拍广告了，答对了，哦，真的，就没想到长大了两个人还拍电影。情侣啊？没有，他们演那个证人，他就是演一个事件，不是金湘琪就是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现在有在看广告，嗯，就是证人吗？对。好，来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，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:40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正在娱乐一世代今天的直播呢，赠送给大家的就是爱与巧克力。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人呢，请你赶快来参加留言。嗯，然后留言上面你看到出现最多的那两个字，就是今天的通关密语。是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也要请大家来听妈妈木的成员华莎，因为她推出个人的作品了。哇，对，我觉得要好好背一背舞台。真的很棒，对啊，那气场不一样。好的，那这首同名主打歌的歌名是这样念的：蒙冲你，蒙冲你，你这笨蛋。所以笨蛋在韩国有很多念法，是吗？有 pabo pabo， 有 tensing， 还有蒙冲你，蒙冲你。对，那这三种有不一样吗？有 pabo 有点傻傻的这样叫 pabo，然后 tensing 大概程度比较强一点。很蠢，是真的笨。对，然后蒙冲你的话，蒙冲你，蒙冲你的话就是有一点可以，就比如说我已经暗示很明白，你还不了解我对你的心意，白目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通常第一个是笨蛋，第二个是蠢，听信，第三个就是蒙冲你，傻到飞。所以你骂，因为呢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懵，傻到懵。对，你骂韩国人这三个听醒中间那个韩国人会马上火大。哦，因为那是蠢嘛。对啊 ，Pablo 就还好 ，Pablo 有点带有小可爱感。对啊，蒙冲你的话，傻到蠢啊，傻到蒙。嗯，而且蒙是韩综蛮常出现的一个词，就是呢发呆。哦，像智孝，天然呆。智孝就是蒙，不是白目，那就应该是天然呆了。天然是。所以这首歌应该是天然呆的意思了，蒙冲你，蒙冲你，好啦，各位，那我们就来听，这是华莎，她是来自妈妈木，推出个人首张作品喽，蒙冲你，天然呆，天然呆。蒙冲哇，好多大发哦！蒙冲耶！
大发就是要送给大家这个巧克力哦。是啊，我都好怀疑 IU 的皮肤哦，因为他的皮肤看起来好像没有毛细孔。这个有点民族风哦。嗯，梦中人，梦中人，弹吹吹，你打。哎呀，紫璇大发哦！那老师，你病了多久啊？大概一个礼拜。不止，我在釜山就病了。哎呦，你在釜山冷到了。你有吹到海风吗？我大概快一个月了。那你过年在釜山嘛，丢啊，嗯，然后回来休养啊，嗯啊。那吹到海风啊，釜山的海风真的我觉得很恐怖。那你有喝吗？釜山的大仙吗？没有。大山啊，大山，好好喝哦。我有吃海蛮。哦、oh, ，蠕动的海鳗，下次想要跟我们去釜山吃海鲜吗？大家应该跟我们一起去釜山。嗯，嗯，这种蛮好听的哦。嗯 ，I don't like it, nobody like it。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，他有演这部电影。那谁？没错 ，T 吗？嗯，他就是这部在台湾叫《肇桃计划》，肇事的肇，讲的是这赛车的故事。这怎么不像 T 啊？他只是头发是红色，他有阵子头发是红色的、啊，就是因为拍戏啊。Yeah， 啊，他是对时尚是拥有他自己想法的。对，啊、好，就 T 啊，嗯 ，Station 计划第三季，嗯，和谁合作？韩海，韩海，嗯。韩海是一个 rapper， 那个老师，他去当兵了。10秒，好来。梦中影，天然呆。好。哇，好期待你改成中文。梦中影，你不觉得我们帮他取一个很好的中文名？天然呆还不错、嗯。天然呆是来自华沙、嗯、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一样是从团体里面出来的个人作品。嗯哼，那这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Key。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，其实有 Key 他所参与的一部电影的剧照。对，对，这部电影其实在台湾有上映的，然后台湾的名字叫《肇桃计划》，肇事的肇。对，就是这一部啦，哈。对、嗯、啊，是孔晓振、刘俊烈跟那个曹在熙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合作的。那其实 Key 有在里面参与演出，而且呢，他在里面的发型呢是红色头发。对对，你知道他啊、哦？我知道了。就是、哎，对，他这样，好像红色头发，但不是长发哦。对。但现在呢，他所参与的 Station 计划呢，他又回到了长发金发的感觉。对对，其实 Key 对他的时尚冲非常的有把握。是的，他有自己的风格。嗯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听，他是跟一个 rapper 的合作。对 ，Key 呢找来的这位 rapper， 他的名字呢就叫韩海。对，对他跟韩海一起合作的这个歌，那是在描述什么呢？就是在讲说这个爱情要结束的时候，即使自己很痛，也希望对方不要太痛苦，这样子。是这种爱好也太伟大了吧？好虐哦，嗯，也太伟大了哈。所以呢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Cold， 错。刮了，心都冷了。来来抽奖，好，好不好？可以抽了吧？好，老师62个人，才62，大家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啊！要送整合吗？下次，下次整合。它有效期限到下次，因为它期限是90天，上次看的时候是到4月，可以啊，到4月29。下次我们要送这个9支1盒，这样子就没有折到问题了。
哦、oh, 对耶，我们本来是要把这些狗狗呢分散送出去，但是后来觉得好可怜哦，嗯，所以我们决定九只都让一个人带回家，好幸福哦。下个礼拜、啊、你没有上线、欸、我就看不到了，我有没有带，好，很好，没有带，好啦，来抽咯，好，会不会抽完人就减少，现在61、啊、57变好快，写大发的有1、2、3、4 5个，五个，那就5号咯，5号吗？5号是 Sandy 老师耶、欸、恭喜你，捐出奶，捐出奶，各位 Sandy 老师捐出来，捐出来吗？对啊，捐出来，那我请你吃一块我的因为你们差 Sandy 老师现在什么都不能吃，好，那要重新一页还是说这一页再换一个数字，老师你选一个数字，你该不会5个都是老师吧？不是，你要重来吗？啊、还是你要同意就直接来了啦？直接来哈、嗯，好。你现在是什么？1、2、3、4吗？1、2、3、4，因为老师捐出来嘛。嗯。2号。2号叫 Lin Vivian。啊！要跟我看敏豪的那一位吗 ？Lin Vivian， 好啦，老师送给你啦。来 ，Lin Vivian， 请看。Lin Vivian 老师捐出来，然后送给 Lin Vivian， 拿去。Lin 维维安，陈安琪，我是凑一整盒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你上个礼拜吃掉一只。对啊，就上礼拜被我吃掉一只，结果泡菜妹在一个礼拜内又生出一只。你干嘛吃掉啊？上礼拜我想要吃吃看啊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当场这样子吃，这到底要怎么吃啊？谁舍得吃啊？很甜，它超甜的。他超甜，你现在的身体是不能吃，你现在病状况不能吃。我们下个礼拜要来送这个好不好？他真的太真了啦。对啊。嗯、好啦，那个 Lin Vivian 拿去吧，巧克力。我觉得。要礼拜天跟你面交吗？谁？因为 Vivian 啊，他也要去看敏豪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我恰巧好像也要去看敏豪哦。来，各位，你们这4天假期有什么计划？可以写一下吗？接下来给我们看一下。好像蛮多人去香港的、嗯。啊，去香港哦。嗯，香港哦，好多食物。我上次。你再继续努力就可以变渡边直美，可以，我现在朝渡边直美的目标前进。你的目标好奇怪哟、喔！加油！对啊，不过其实渡边，因为我看他吃东西的时候好香哦、喔。你们可以去那个华山看大好人的冲绳摄影展。摄、嗯、影展，我的那个摄影展呢是之前渡边直美展的设计师。嗯哦，是啊，编排的，你好文青哦。对，就是说之前你记得在华山有渡边直美展吗？我记得。对，然后那个展的那个设计师，他就是有帮我们做这次冲绳摄影展的视觉设计。哇，你好高级哦！华山看公主展。对，所以大家这4天公主展哦，可以到华山看展，免费的哦。那我也想要去看公主展跟摄影展了，免费免费哈、嗯。然后你呢，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因为长达一个月啊、哦，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去看了摄影展之后呢，你呢在摄影展那个地方拍一个照哦，然后回到大好人的粉书，脸书粉。回到大好人的脸书粉丝团，然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去了，然后你贴一张照片、哦、然后呢我们就会抽出来送冲绳的礼物给你哦。大好人的粉丝团，对对，这样你们有听懂吗？听懂了，就是你们可以去参加那个摄影展，然后呢在大好人的摄影作品你就是拍个照啊或什么，
然后你把它贴到我的留言处，嗯，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大好人的冲绳礼物。耶，好棒哦！是黑糖吗？不是。好吗？好。然后接下来请你继续写，告诉我们你这四天的连假想做什么事情呢？庄景伟，不要写在家。好，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，接下来这几天的连假你们想做什么事情呢？所以呢，在我的直播上面，我们今晚娱乐一世代直播就请大家写下你们想做的事。对，你们比方说有人说我想去参加 fan meeting 啊，有人说我可能就是这几天想要去就是看公主展，还有摄影展，对啊，或者知道华山去看大好人的冲绳摄影展，啊，高慧如，台中还有花博，哦，高雄还有很多的活动。摄影展到什么时候呢？摄影展，摄影展呢时间蛮长的，到3月17号。好，对，好，将没有放假的朋友也可以写出来，六日也可以啊，對對對，其实你可以用这次连假去看，或者是华山啊，它其实星期一是休馆了。星期一那个摄影展是休息，那除了星期一以外的时间都可以去看，然后你只要去看了摄影展拍个照，然后在大好人的脸书粉丝团那个下方那个地方贴张照片，然后大好人就会抽出幸运的朋友送给你来自冲绳的礼物。对啊，好，哦，最近那个梅花还是什么花，哇，好可爱，是樱花吧？士林好像有，啊，是樱花吗？嗯，士林官邸好像有，对啊，郁金香，很多人都在拍照，还有樱花展，哦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抽出 IU 的巧克力了，那下个礼拜我们要抽的呢是柴犬的果子棉花糖，啊，对，柴犬一共有9只，我们也舍不得把它就是吃了，分送了，就下礼拜整合9只送给同样一个人。对，好期待耶，好不好？有效期限是4月，有效 期限到4月底，嗯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在下个礼拜我们直播的时候来参加活动，我们要非常肯心狠心的把9只狗狗送出去。对，希望大家来认领。对啊，对，认养。OK， 那我们要来听谁的歌 ？Infinity 啊，现在变成了5个人的。对对 对， 對，因为呢，有2位啊，一个退团了，哦，一位队长当兵，对，嗯，对，然后现在剩下的就是他们就发行了一个数位单曲。这首歌的名字叫 Clock。Clock， 嗯，对啊。那 除了在今晚节目的最后来听到 Infinity 的 Clock 之外呢，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啊。虽然今天是星期三而已，但明天呢是放假，很多人会以为，欸，放假了就感觉心情上好像就没有娱乐一世代，哦，有啊，明天才礼拜四，礼拜四礼拜五都有，对，你也是没放假，因为很多人都说他们没放假要上班，你也是，啊，我们没有在放假的，啊，我们也没有在放假，我们只是别人放假我到了话休你，我马西 在旁边很烧。那你要教课吗？嗯，明天没有放假，我明天没有，我后天要放假啊。教课勒？教课明天有啊。哦，oh, OK，嗯，要不然老师你以后就教礼拜一到礼拜五嘛，周末还是留给自己就是休闲这样。因为应该是很多礼拜，很多人想要报礼拜六日的课吧，嗯，因为六日大家休息，欧玛说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不然的话就是休一天一个礼拜，嗯，应该是要这样的，嗯，要休息，欧玛是这样讲，人是要休息的哦，嗯，所以最后就来听这首歌，嗯，Clock， 谢谢你的收听，谢谢，娱乐时代明天见，拜，祝大家假期愉快。怎么说呢，我们的直播人数，这大家我们才送礼物你们就送50六了，我是不好意思，我是觉得最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，我觉得大家是过完年假心还没有回来。好吧，那这个9只狗我们就先就交给你了，嗯，好哇，还有这个要送哇，星期天要去看白安耶，好棒，嗯，拜拜，拜拜呀，啊！台北玩要记得啦，来台北玩哦，安妞。